大家好。一大早出门，今见绿草坪大面积的变黄。最近一直有暴风雨，不会是干死的。而且我们的自动浇水系统也经常的工作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上网一查，才知道美国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罪魁祸首就是这种专门吃家草的粘虫，英文名叫 Army Worms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像军队打仗一样，侵害草地特别强。他们集中兵力，在短时间内可以把大片绿草地吃死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老公是如何杀虫的。今天呢，买了这个杀虫药，它不仅要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rmy worm，还有200多种这个跟草地有关系的这种虫，全都给杀，这是比较有毒性的。那么喷呢，有2种办法。那么这个呢是个浓缩液，浓缩液呢，要跟水配在一起来用。那我原来是想买的呢，就说它是瓶装的，但是它加了喷嘴，那么直接加上这个水管，就是喷水的同时就把那药就一起喷出来。但是呢，loss 呢今天卖完了。那么使用这个浓缩液的话，那么它有这个说明，它是一面呢就是它的 label，就是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呢反面呢它就有它的这个详细说明，而且它是贴在上面的。说不用的时候呢，它就粘回去就好了。你比如打开了以后，你可以读它里面说明。我现在已经读明白了，1加仑水加1.5盎司的这个浓缩液。那么这个呢，上面写了，就是说它这个是8个盎司的，这个这一罐有8个盎司。那么盎司的量呢，可以用这个来量，就是这上面是有刻度的，可以用这个来量这个你所要的。你这个瓶子本身呢是1加仑的这个容量，1加仑容量的话呢，你把这水冲了1加仑，然后把这药倒进去，混合好，你这个药就可以用了。现在这个呢是用来这个做别的用的，这个是用来杂草的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现在先给它清干净，因为这个原来呢有不少，还有半加仑的这个原来的液体。那么我想了个办法呢，就是把原来液体呢倒在这个醋罐子里面。那么为了好倒一点，我把这个矿泉水瓶剪掉了一个头，然后相当于一个漏斗，这样呢就不至于洒到哪都是。那么大部分也都弄到这里面了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我是重新加了这个新鲜水。这里面呢，快将近1加仑的这个新鲜水我已经加进去了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就是要量1.5盎司的这个浓缩液。你比如这个浓缩液呢，我一般来说呢，不愿意完全都打开，我就打成这样的一个缝。为什么打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缝呢？因为它倒的时候不大容易倒的满世界都是，就是开这么一个小口，然后呢用这个量的这个器来量。我就全倒进去了，然后再把这个药呢先盖回来。然后我把它水呢加到1加仑，就行。这个呢也很简单，就是把这个实际上是加压的，
那么把它先拧好。把它拧紧了，拧紧了，然后就压。压了以后，它就把空气压进去。我当然刚才还没有晃动，再把它先晃一晃，晃一晃，把药。你看，为了保护我自己，我戴了口罩，这个穿了长裤，虽然很热，穿了这个长的裤子。这个喷头怎么压上去以后，把它压转过来就可以提了。那你看喷着喷着，它这个气不是不够了吗？它这个压力不够了，然后呢，停一下，然后再打开来，然后再蹦一下。你看，我重新又蹦了一下这个气，那它现在又开始喷得很厉害了。这样就把这个自己家这个地上面喷上药，这样能把这个虫子杀死。要说明的是，被 armyworm 咬死的草是不能复活的，秋天要重新种的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您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